我们的敌人除了日本侵略军，还有那些打着曲线救国名义的那些投降派。就这个意义而言，你现在的工作十分重要。他们不想让外界知道，特别是不想让咱们知道。对于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我们是支持的。可对于那些反共第一、投降第一的那些民族败类，我们就要坚决地揭露和惩治。 根据咱们组织上掌握的情况，这份名单里这些人全都是我不是。我明白了，既然组织上同意了，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了。没问题，不过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您放心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反映。什么事？我在查暗杀名单成员的档案时，无意中翻到了林杰森的档案。 林杰森，就是白红突击队的队长吗？对，我看到的是教导总队时期的林杰森，可是我发现，这个人跟白红突击队的林队长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哦，还有这样的事，你怀疑他仅仅就因为那份档案？不，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可疑。 平常他沉默寡言，办事情也总是神神秘秘的。看到这份档案之后，我可以肯定我的猜测。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冒用林杰森的身份？那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他这么做有什么企图？嗯，这事确实蹊跷啊。我倒是有些顾虑，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据我了解，咱们组织里没这么个人。哦，原来是这样。既然他不是咱们的同志，那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反正白红突击队，我现在都已经离开了，这事儿我也可以先不用插手。我同意你的意见，这件事你就先不要管了。只要这个林队长不会威胁到你的身份和安全，就没有问题。 明白，我会多加小心的。联络官，什么要紧的事儿啊？一大清早的就开会？联络官接到了最新的任务。哎呀，我今天凌晨3点多钟接到上峰急电，战区长官司令部将要指派我们执行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叫我们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什么重要任务？这个上峰没有透露，这个任务有极高的保密性。任务的细则
将有专人前来送达，我们只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就可以了。想必诸位已经收到电报了吧？事关重要，任务紧急，所以我务必来亲自通知你们一下。好，那我们进去说吧。来，齐组长，请。这次任务概括起来就是三高：高机密、高难度、高重要。从各方面来说，也是我们白虹突击队一次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我们回报党国的最好时机。说明确点，这次行动你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献出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高度重视。齐处长，到底什么任务？昨天晚上一架日军的军机从南京飞往上海，起飞不久就突然掉头飞向徐州，可惜的是啊，没飞多久便坠毁了。哎呀，齐处长啊，那小日本鬼子的飞机坠毁就算了吧，没什么好可惜的吧。驾驶军机的不是日本人，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人驾驶鬼子的飞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多少年前军统的一个情报员打入了日军的高层，这次他随同日本的军官登上了这架飞机，在飞机上意外获取了日军的一项重要的情报，情报员冒险就劫持了这架飞机，打死了机上的所有的日军军官。但是日军很顽强啊，临死之前破坏了飞行舱，所以飞机没有飞多久就坠毁了。那具体什么情报呢？情报的内容尚不明确，但只知道是日军要实施一项新的计划，是有关徐州会战的一条毒计。大家都知道徐州会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任何的情况都会左右会战的结果呀。这事儿你们怎么知道的？情报员劫持了飞机以后就跟徐州取得了联系，但是还没有爆出情报的具体情况，飞机就坠毁了。这个情报员的代号叫冰山，他就像冰山一样隐藏得很深的。那齐组长，我们突击队的负责什么任务啊？找到并营救这名情报员，带回情报。救人？齐组长，这飞机都掉下来了，人能活着吗？根据这名情报员的素养，极有可能逃生生还，但是即便生还也会陷落在日战区，所以上峰想到了咱们白虹突击队，把这项任务交给咱们。这情报到底有多重要？多重要？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冰山抵得上一个师。那鬼子那边什么情况？鬼子现在还不知道飞机失事的地点，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赶在鬼子之前行动，把情报员营救出来。如果我们落在鬼子的后边，一切可就麻烦了。目前我们这边掌握什么情况呢？三点：第一，飞机失事的时间是今天凌晨2:30；第二，坠落的地点是定远东南方向50公里处的莲花镇；第三，冰山的年龄和相貌我们不知道，但知道她是一个女人。女人呢？林队长，你看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了。那好，你们大家开一个作战会议，商讨一下具体的作战行动计划。不用开会了，
我决定了，这次行动全体参加，我们换上便装潜入日战区，给大家十分钟时间准备，然后出发。具体行动方案等我们接近目标地点之后随机应变。好，果断干脆。那我就预祝李队长、各位勇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顺便说一下，这几天我就留在恒空旅社等待你们的捷报。哎，这个林队长啊，我也要参加这次任务吗？我说了，全体。这我是个文字人员，又是个理论专家，我是不是要留在后方给大家做通讯资源才好啊？梁老官，你要是怕死的话就不要去了。我这话不能这么讲啊。好了，联络官必须参加，负责我们电讯联络，我们去准备了。好。原地休整15分钟。去了吧？对，兄弟们，咱们进日战区了，都精神点啊！有情况。说话呀！军情处急电，日本人我们先找到了飞机残骸啊！この周辺はすべて探した。近くの銃弾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もしかしたら川中は落ちたかもしれない。大佐。さっき向こうの山で落下傘を発見しました。もしかしたらパラシュートで行けたかもしれない。源、特攻隊一組、周りを探せ。二組、ここで待機して待ち伏せして、もし梅本突撃隊が来たら。朝日、一つの正体を残せばよい。どうしてスペルの兵力を使うのだ。ことが重要だからな。特攻隊の練習はまだ足りない。我々の任務は。隊員を訓練をさせることだ。その逃げられたスパイのことについては我々の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はい、問答無用だ。今回の作戦は俺が責任者だ。浅野、君はどうしてそんな頑固なの。お前らしくないぞ。君の気持ちはわかる。奴らは梅本突撃隊を発見したことでしょう。わかるなら、なおさらだ。今度こそ、ラスを捕まえて全滅する。じゃないと、俺は気が済まない。前面就是目标区域，飞机坠毁的地方应该就在这附近了。鬼子已经找到了飞机的残骸，就算冰山还活着，恐怕已经落到鬼子手里了。哎，林队长，要不要我们跟上峰汇报一下呀？先撤回去算了。在一切都没有证实之前，任务就没有结束。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打退堂鼓。这个，我不是打退堂鼓，我就是提醒一下。哎，只要你林队长说干，那石某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行了，别拽。怎么办？接下来还是找着飞机残骸吧。这飞机可找不得呀，那个，这可找不得的。我们要是真找到了，那日本人也是做好了一个陷阱，等待我们自投罗网啊。
没错，所以啊，咱们先到前面的镇子里面去查一查，飞机坠毁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没有人看见。只要找着目击的人，咱们就会有线索。好，还是老规矩，分头行动，两人一组。不要瞎看，看不懂。我看啥呢？还要追嘞？哎，咱就追。老百姓为了自保都不敢出门，没几个人知道飞机失事的消息。我们这边也是，什么都没有问到。队长，没打听到有用的东西。这样，咱们去下一个镇子，总能查出来的。啊，对了，刚才咱被人盯上了，是鬼子吗？不一定，我们先藏起来，我引开他。哎，我也留下吧。不用了，我想摸摸他的底，人多了反而会打草惊蛇。可是队长。万一要是你有危险怎么办？我会有办法的，还需要你们帮忙呢，啊！张黑头，四位兄弟，有日子不见了啊！你小子，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们干嘛呀？林队长，你们一进镇子我就认出来，小鬼子眼皮底下没法认，这才一直跟着你。啊，你小子怎么在日战区混呢？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现在参加了锄奸队，我们锄奸队啊都是道上的兄弟，跟鬼子有仇，专杀汉奸。哎，杀鬼子的买卖可干了好几票了。那你们到这儿来也是来干买卖的了？镇上有个李保长，帮鬼子害了不少人。哎，我这次是专门送他上路的，事情办得很顺。刚要回来，哎，这就遇见你们了吗？行啊，你小子，多日不见，成了抗日义士了。弟弟一死。我现在是恨透了鬼子，日本人根本就不拿咱们中国人当回事，根本就不拿咱当人，更可恨的是那么多中国人还给他当汉奸。小鬼子厉害，我斗不过，我现在就杀汉奸。我的事儿也说完了，林队长，你们这次来是有任务吗？军事机密，一般人不能说。那我不问了，林队长，只要是在这儿哈，有什么跑腿啊，打听个信儿，你跟我说，这事我能帮上忙。告诉你也没有关系。有一架日军的飞机在附近坠毁了，上面有一个我们的人逃生了，所以呢，我们来就想找到他的下落。林队长，你说的这个飞机坠毁，
先镇南边的那片树林吧。是那个方位啊？你知道这件事儿？我在镇上啊救了个洋人，好几天没吃饭，饿晕了。哎，我请他吃了个饭，就这么成了个朋友。他说他是记者，看见这个飞机坠落也是奔这事儿来的。那这个洋人记者亲眼见到了吗？看见了，还拍了照片。我也是趁他晕的时候。那他拍的照片是飞机的吗？飞机没看见，但是有飞机翅膀。有飞机翅膀就是飞机残骸。那个洋人到过事实现场，照片也是第一手资料，他肯定知道点什么。那他现在在哪儿？本来这个洋人啊拍完照片之后要走，但是看了一个老宅，说这是啊东方的文物风雅，一直在那画呢。好，那你现在就带我们去看看。张先生您好，这个庭院非常美丽，我想把它画下来。海先生，画着呢。海先生，等你画完了啊，我介绍几个朋友给你认识。我正好画完了，很高兴见到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海先生您好，我叫林杰森，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因里希，很高兴认识你。海因里希，这个名字在英语里可不常见呐。我是德国人。德国人？哦，你不用惊讶，不是每个德国人都是侵略者。我是战地记者，反战报道组的成员，主要是报道中国第五战区的战事新闻。您是战地记者？太好了，我们正好有些事情想请教您。请讲吧。哦，你们是中国军人，我是记者，只揭露事实。在日华战争中，我不会帮助任何一方，也不会提供任何有关战争的情报。海先生，您多虑了。我尊重您的立场，我们只是向您打听一点事儿。什么事情？昨天晚上，有一架飞机在这附近坠落了。你到过那儿，还拍了照片，是吗？你说的对，一点没错。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失事的地点在哪儿？这个应该算是军事情报，我不能告诉你们。哎，怎么就不能告诉我们呢？如果告诉了你们，那就等于帮助了你们，有违我中立的立场。日本人知道了也不会放过我的。您不想说也行，那照片能不能让我们看看？这个不行，照片同样会泄露军情，我所有的报道和照片都不会再暂时给军人看。海先生，你别坚持啊！你看，我们问的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再有，你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哈，我们就想了借你那照片看看。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帮助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也不会提供任何战争信息。我还有事情，我现在告辞了。海先生，再聊会儿啊。咱还没聊完呢。算了，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再见。林局长，你怎么让他走了？他不想说就算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曹操，哎，这么快，怎么弄来的？我们队上啊，有个兄弟是干爬活的，就这手操勤来。
看着像死了的鸡鸭牛羊，好恶心啊！我看看，这什么呀？这是这个角度应该是偷拍的。他拍这些照片干什么呀？先别管了，找找失事飞机的照片。哎，这儿。对了，你对周围比较熟，你看看，能看出来这是哪儿吗？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刘家庄。刘家庄？没错，就是刘家庄。嗯，我看。飞机失事的地点咱们不用去了，如果情报员生还的话，他最有可能是藏在附近的村庄。嗯，咱们现在就去刘家庄。听说村口有个女鬼子，她一个人怎么跑到我们村子来了？不是那雨夹飞机掉下来了吗？说不定就是里面的。呸！我没给摔死呢。来，出来，出来，给我出来，快了点。老乡，麻烦问一下。这是哪儿啊？你会说我们的话？我是，我迷路了，请问一下，走哪条路能出去啊？哦，你顺着那条路啊，一直。你别告诉他。我告诉你，女鬼子，你们干的坏事够多了，今天落到我们的手里，你还想跑？要干嘛？要干嘛？我们想报仇！我们要报仇！大哥，他有枪啊！没事，我们人多。哎呀，等会儿。我不是鬼子，我是中国人，打鬼子的。你骗谁呢？中国人还穿着日本人的衣服，不是鬼子也是汉奸。你们看，大伙别听他的，都一起上，上，住手！你是什么人？老乡，我是游击队的。放心，我来处理他。你们来了就好，正好收拾这个鬼子。你们是游击队的？对。我正找你们呢。找我？把你的枪给我。灰姑小姐，你的反侦查功课做得不够。特工小姐，很荣幸遇见你，我是中野挺进队的队长，前野正二。オニスカ。ヤツらを包囲しろ。是刘家庄方向，不像是战斗，有什么想法？两把手枪，看来鬼子已经先咱们一步了。哥几个，快走！ナオト，はい。台本へ電報しろ。大佐，すぐに京天に戻ってシナのスパイを尋問しましょうか。いや、その必要はない。ゆっくり帰る。遠回りだ。ゆっくり？大佐，万一我々の行き先がバレたら面倒が起きます。君は本当わかんないのか。朝の言いたいのは、奴らは自分で出てくる。この時わかるのか。さすが仲井だ。急ごう。撤退。这些都是这个村人。老人家，到底怎么回事啊？大爷，我这都自己人，别怕啊！大爷，出什么事儿了？
鬼子，好多日本鬼子。作孽呀，这怎么得了？队长，不甘心吧？不甘心又能怎么样？追啊，可能还有一线希望。好多鬼子追上了，咱们怎么办呢？王子，你跟他们带着老乡到安全的地方。好，你看，跟我来，走。哎呀，快！刚才那枪怎么回事啊？我刚刚和假小子一直在村口盯着，然后就看到有人偷摸过来了，然后我和假小子都觉得不对劲儿，就把他给抓了。那为什么要开枪啊？当时我们扑过去以后，他一直在反抗，还把假小子给推倒了。我怕出什么状况，就放了一枪，主要是想吓唬吓唬他。以后别随便开枪。是，走。哎呀，走吧。走，嗯，真是，没事儿。你们看，你们没有理由这样对我，你们违反了国际公约，违反了战地记者的安全条款。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他进去。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哎。谢谢，海岸里希先生。你们德国人做事严谨，崇尚理性。你说你立场中立，我并不这么认为。面对那些被残忍杀害的中国人，还有那些凶狠暴虐的日本人，我不相信你没有自己的判断。队长，你这是白费口舌。哎，我希望你的判断能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也真诚的希望你能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我只是一名记者。给我。这是在你包里找的。这些都是你拍的照片吧？是的，是我拍的。我从你拍的这些照片里面，我就能看出你的态度。面对日本人的杀戮，我不相信你能保持所谓的中立。虽然你不承认，但是我很清楚，你痛恨这些杀戮，也同情这些被害的人。实在对不起，我得马上走了，我要走了。可以，我现在可以让你走，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些照片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你会是什么样的下场？还有，难道你不希望这些照片都公诸于众吗？你记着，这是在中国，你面对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四万万无辜被摧残的生命。好吧，我可以帮你，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只不过是一名战地记者。谢谢，这就够了。我只需要你做一名记者能做的事儿。好吧。先生，这窄不窄啊？我哪知道窄不窄？队长，啊，队长，哎，你看，哎，哪儿来的？这个是我从一户村民家地窖里找到的。来，你试试。这个应该是情报员走的时候留下的。哎，别动！哎，这小子放上来。
阿辉，赶快。好。换上。这儿给。战胜哥，对战他们在捏的搞啥子啊？我咋个不明白嘛？队长啊，他们在给小鬼子使计策呢。计策？啊？啥子计策啊？不明白了吧？这个呀，就叫以假乱真之计。队长他们要做一个假新闻，让海英里希拍一组假照片。就说咱们白虹突击队找到了女情报员，然后让海英里希把这一组假照片拿给浅野真二那孙子看。只要浅野真二相信了照片，咱们就有机会救出女情报员了，明白了吧？哦，这样的哦。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那要是海英里希把照片给不到日本鬼子呢？哎呦，这个就得看咱们的运气了。反正海英里希和浅野真二挺熟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浅野真二他们现在正押送女情报员回驻地呢。海英里希要是抄近道的话，应该能赶上他们。哦。哎，你听明白了吗？还是不太明白。哎呦，我说陈德才，你就是个榆木脑袋。我说了半天了，你一点都不明白。你才是个榆木脑壳。哟，夏小子，你别说，船上还真像那么回事啊。还别说，有了这身行头啊，还真行。走，外面拍照去。好好，就这样，凑紧一点，紧凑一点，好，大家都高兴一点，尤其是你。小小子，你现在是刚刚获救，笑得喜庆点。哎，对，来，好，一、二、三。非常不错，谢谢你们，我会把它保存好的。哎，等一下，嗯，哎，给我照片，还给你。这个，你的照片啊，还给你。其实你拿着这些照片，也许会更好的。不，我相信你，接下来的事情，拜托了。放心吧，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就这样，再见，再见，再见。啊，认识你很高兴。再见，再见了。一楠，派人给报社发报，一定要大肆宣传。放心吧，保证都是头版头条。好，所有人，我们检查完装备就出发，追鬼子。成功了！什么？成功了？是的，史联络官发来急电，称两小时之前已经找到了冰山，并成功解救，现在正在返回途中。下去吧。是。成功了，太好了！报了，卖报了！狙击塔地的女特工成功获救，卖报了，卖报了！女特工成功获救。哎。突撃隊に救われたらしい。このスパイは偽物だ。そのはずはない。本当のスパイは我々の後ろにいる。ではなぜ中国の新聞に写真が載っている？では、こうしよう。我々ですぐに奴の身分を調べよう。
もし奴がスパイでなかったら我々は笑い者だ。何を見ている？おい、身分確認の方法はあんのか？派遣軍の電報と活動記録を徹底的に調べる。それで何か分かるだろう。いい方法だ。おい、稲本。はい。今すぐ全員集合して出発するぞ。どこへ？基地だ。はい。中井。ああ。お前はお前のやり方で身分確認してくれ。分かったな。分かった。分かった。早く進め！